嗨，欢迎收看小宝贝大世界。我们将鸡蛋放在水里，鸡蛋会慢慢的沉下去，但是再把盐加在水里，会看到鸡蛋快速的浮出水面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鸡蛋的密度比水大，根据浮力原理，鸡蛋放在水里会沉在水底。当我们加盐进去后，盐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，盐溶于水后变成盐水，改变了水原本的密度，而盐水的密度大于鸡蛋，因此能让鸡蛋浮在水上。但如果不是加盐而加糖的话，就无法让鸡蛋快速的浮起来哦，因为糖的分子比盐大很多，无法快速溶于水中，也就无法像加盐一样达到让鸡蛋浮起来的效果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在水里加盐或者是加糖还是会有差别的哦。下次我要来实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在盐水中可以浮起来。小宝贝大世界，下次再见。